好的，开始找人咯，躲猫猫，我是鬼啊，抓表妹咯。水池里没有，哦，一楼也没有。好激动啊，表哥快来找我。你能藏到什么好地方，你激动啥呀？二楼也没人吗？表哥快来找我呀，我就在别墅里哦。三楼应该没什么地方可以藏呀。哎，哈哈，这里有个人。竟然被表哥找到了，还有个小伙伴呢，表哥你找得到吗？还有一个，这位小伙伴是躲猫猫高手啊，看来。表哥，我可是发现了，就看你能不能找到了。表妹说她要去找一找，她又没有上二楼，那应该就是在一楼的，应该就是在一楼的啊。